还吃呢？不吃咋整？也卖不出去啊！咱们家这么好的套餐，给咱家老铁介绍一下吧。介绍能卖出去吗？卖不出去也得介绍呀。行，让我介绍介绍。两包海虹肉，两包扇贝肉，看我们家还有什么肉，老好吃。两包章鱼须，两包大青毛，两包花甲肉，再给你们速两式啊，重新淘宝，满满一大箱，下面可以直接拍了。这个你们认不认识？我是第一次吃，我先撕一下，稍等一下。哎，这是什么东西？这第一次吃也不会吃的，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是这一块吗？哎呀，哎呀。不好吃，不好吃。开北大虾。香鲜红虾尾，一包、两包、三包、四包、五包、六包、七包、八包、九包、十包。老板，收到货不会做怎么办呀？这还不简单，直播间马上来，我教你做。行，大扇贝，